好，随便这张好了。好，然后下一步。好，来哈，它其实有滤镜功能的。好，来，我编辑，我编辑啊，你看哈，我把那个量饱和度拉高。你看，把饱和度拉高了。好漂亮。好，完成，再来。来啊，这个比较厉害，亮部亮的地方把它拉低，你看。啊，我知道。好了，来完成，来暗部，最重要是引领。你看我把一拉。哇，这真厉害。所以下次就只用近色了。对。你知道一个东西叫近色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东西直接。啊，对，我有 Apple TV。我说你自己有办法做到就对了。对，我有 Apple TV。